我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来，观众支持大家好。咱今日吴老师来讲着讲啊，这个啊琉球哈，那霸这个奥吉纳瓦这个所在呢，啊，伫个做将战的时阵，吼、啊，因嘛是啊，这个老百姓嘛是拖西人，吼、啊、嘛是去和因的甲因的这个国家，就是日本这个国家，迄阵啊琉球跟日本人的古代的时阵有一段时间唔是嘛吼？这倒疑问。哦，无疑问吼，啊嘛是，迄落你国家咧共战争，啊老百姓嘛是二十几万的人拖落去死安尼。哦，我拢啊想讲哦，袂当想象讲这二十几万的人咧死落去骨头安尼比山搁较大堆的迄款的迄个情况之下，迄阵啊哪有迄落尸体一具一具去抬，哪有在抬尸体？我嘛规堆伫遐放。好，迄款的讲人间地狱就是安尼，拢唔通想啊。啊，即卖是讲人死吼。哎、嗯。啊，家咯财产，哎。遐财产咯，强的人摕去用。无啦。强的人取得啦。经济记录啦吼。迄、那个战呀，甲琉球的迄个房子啦，建筑物啦吼。90%毁掉的。烧掉的。毁掉，爆炸，迄、那个安怎啊？这个战略吼，美国会讲做 Typhoon Steel， 中国会讲吼，焦土政策，不是枪林弹雨啦，枪林弹雨，阿无这个厉害嘞，Typhoon Steel 的时候叫，或者钢铁台风啦，用钢铁台风毁灭性的、毁灭性的这个，虽然是这毁灭，因为海那边的迄个舰队啦、飞机啦、大炮啦、火啦，还袂全面一一个小小琉球咧。对啊，对啊，一粒啊岛尔。琉球是爱长长啊。嘿啊，一粒啊岛尔。哦，会甲毁掉啊？迄敢有需要安尼？啊！伊阵讲伊得着啊，又过安怎啊？拢烧了了去啊，无人民啊，得着咧。不是安尼讲，伊美国唔是讲为着要得琉球才来甲搞琉球啦。对啦，伊是要拍败。在迄当时啊，是要逼日本投降啦。系啦，逼日本投降。啊，事实吼，战后即嘛出来有一挂资料啦，吼。有一挂资料。是讲日本吼。日本是搞是格达鲁格纳鲁，迄南边迄格达鲁格纳鲁的迄个做空战失败了，对无？日本的设计，要甲美国讲好啦。要甲美国讲好啦。要甲美国讲好，日本吼、有一个计划啦。是讲来做一个一场，来赢一场就对啦。某一个所在赢一场，再从这个赢一场。做资本来跟美国谈判，停战就对啦，要讲好啦。日本有这个计划啦。啊，是讲这个计划吼，美国怎样啦？伊不是伊这个计划，伊不是要去牵伊的珍珠港，不是伊。你啊时间多啊，迄个珍珠港是三当前的代志。国外站的时阵嘿，珍珠港哦牵落，日本敢不是都土的牵？伊牵迄个原子弹，家己飞行啊，啊，敢毋是日本就土啊？啊，无是安怎唔对因？日本是个攻珍珠港，才第二次在太平洋战争才爆发啦。啊，这只要台三四年在琉球占领之下去搞，才发的，电原子弹你不知道啊？那是四年后。四年后，我颠倒头讲。啊，即卖是讲话，这个。日本哦，格达鲁格兰是这个南边的一个所在，空战，你看格达鲁格兰路考古线哦，航空战，失败了那边吼，这个日本人吼，就计划讲，要向美国讲好啦，啊，美国讲好就伊计划讲来拍一场。胜利的战争都一个所在赢伊，才来甲伊讲了对吧？你来一直输，你甲人讲，讲袂大声吼。啊，只后日日本是有这个计划啦。啊，你讲这个计划，和美国知影。是唔多泄露还是跳？对啊，美国是珍珠港的，讲到美国就知影。
其实一直美日本是中国讲掉进美国人的圈套。掉进伊个圈套，你要创个美国人，你说，即摆有出来吗？即几年来有咧做东京大审判嘛？即东京大审判内底就已经有讲清楚起来。就是讲美国是日本还未甲讲珍珠港的时阵，美国就已经解破日本的密码。知影日本要甲讲伊个珍珠港。美国超工办互你攻击。然后我再讲，你歹人，你侵略，你安怎，再发动全世界人甲你攻击安尼对啦，讲是安尼啦，那是最近人伊咧讲，可能主要讲安尼就对啦，即马，但是咧讲，这个日本吼计划讲要甲美国讲好吼，但是美国知影了，美国。刻意，一直唔予日本人制造这个机会，对啦。对，回避嘛。美国是甲英国吼，因联合起来是要逼你日本无条件投降。你只要无条件投降，我无要甲你讲好，无你讲好就对啦。对。啊，所以日本无迄个机会，无迄个机会通甲讲好啦。啊，若无。二次大战甲中期差不多，两年啊，就刷去，就牺牲袂，唔免牺牲较大，而且国家对国家，个人大家有各个个人看法，有个人个利益啊。就是因互相的干涉的做法啦，甲互相的迄落，敢若讲无啥，可能迄阵啊，迄落通信无遐好。通信倒是无遐好。啊无，那也无爱透过。因为这个外交谈判透过间谍的这迄落制造这种情况，拜托，今仔日通信真好，拜托你去参视去美国，个是去习近平讲啊，这都唔是通信好啊歹啊，爱是强甲迄落手骨头有够力无够力，会当相抗衡，袂当相抗衡的问题。不是啦，那是一个形势啊，那是一个的操作啦。譬如讲今仔日啦，中东。黑人，比如讲中东个爱索啦，伊根本无通信，你讲无得通信，那嘛是我得通信，有通信在在小台下咧，对，伊有伊个想法，伊有伊个即个合作做法，利益，但即个无法度讲，你个想法跟我个想法来同款，就免讲啊，啊根本就免讲，啊同款啦，对啊，啊无同款，讲咩个讲啊同款吼，咱其实人个世界吼是无遐容易啊。对，无遐容易啊！哦，啊，就咱讲这个日本投降了，上重要是咱今日对这琉球吼，小有该关心点吼。就是一直讲，你见了咱台湾形成个安尼，拄则你咧讲个讲，甲这国民党政府甲蒋介石发生一个什么关系，什么哦？这其实甲琉球哦，诶，问题拢是一体啦。都是一体啦。今仔日琉球吼，琉球的人，逐日都在抗争。抗争美国基地啊是啊。对。美国基地啊是啊，美国基地。哎，当然是琉球人唔敢讲基地，讲遐。琉球人是讲，你这美国哪来多只啊？对，走去啦，对遐搞输不创遐。有一个这个强奸杀人的代志啦，吼，什么？所以伫咧。啊，佮讲因遐空气污染啦，吼，啊，声音伤吵啦，安怎呢？伫咧伫咧讲好些啦。但是这个代志安怎噻？国际人日本政府无得解决了。就是讲琉球要回归予日本的时阵，日本政府佮美国政府有一个条约。就是讲，美国会当是琉球继续做基地。这个基地要安怎做？要做到多少家？唔免日本政府同意。就是卖身契的强迫人啊。那有害。那无啊，美国伊都伊若唔走，你日本人安怎控制你啊？对，伊都唔免走啊。对啊，就无啊。你琉球本来就我的，我接来呀。我的行李都遮着我安尼啊，若无我就唔行李啊。你敢有话讲？
你要跟我买哦，买给我。嗯，对啊，啊，所以讲你遐个人民底下咧，伫抗争，都抗争无落来。对，啊嘛是爱抗争啊。对啦，对啦，对啦。好，讲下恁美军想差想那啥安怎抗争？啊，其实是吼、哦，表面上来讲，其实在我咧想啦。嗯。中国会讲孤注一掷啦。嗯。咱若看到迄中国兵啊，可能。伊会想着因阿嬷、因阿公，砰砰砰叫拍死，叫烧死死啊！嗯，假使那安尼是，我都无白去啊！嗯，对，咁啊，一定是安尼啊！是啊，佮即马佮在念迄啰日本侵华安怎，伊拢无在想讲伊来清台安怎，拢在念侵华安怎呢？哎，好啦，我佮继续拍摄，所以就大家你插话。不是啦，即摆即摆甲你侵犯咧无关系啦。系啦，无关啦，就是讲因的民族性。不是，遐就是讲，就咱咱嘛是啊。咱的阿公、咱的阿嬷的手艺都好。美军来遮登陆的时阵哦，小事杀事错，真侪啦。啊，今仔日，美军阿个话就准则是来遮。对啊。二二八的时阵，臭头仔来遮杀死遐济，啊，抢走遐济财产，共干杀人案件犯遐济，佫继续伫遮咧抢迄五鬼半瘟，啊，咱伊嘛佫继续伫遮咧通知啊，甲咱感觉所以心情寡累。每个人的心情哦，咱会当了解啦，吼。但是以美国的立场来讲吼，即琉球现在琉球是一个基地。哦，过去这个琉球这个基地，美国非常注重这个基地。当然，伊是对苏联为韩国遐落来，共产党咱要直接讲过啊，吼。啊，甲中国共产党，这个即个讲屏障，吼、哦。中国屏障的时候，即个一个堡垒，来防止共产党的侵入社会主义的侵入，一个所在啦。啊！你即摆你讲咱台湾，拄则你，你来讲咱台湾咧，今日即个七十年来即个苦境啊，吼。虽然琉球吼，咱讲，咱你若讲琉球的人，大概是死十几万人吼。啊，你若讲啊死就死煞去啊。啊，但是讲琉球都回归日本都正好，但是较好啊，吼。咱来讲是非常残忍，非常残忍，会叫骂吼。但是事实你若比起个台湾呢，台湾无经过刷琉球啊咧，但是台湾就是讲是吼日本人叫做兵嘛，加有损失几来千人啦吼。啊，不过还算伊比起二十几万人的少数啦。啊，少数嘛是性命咧。其实啊，那个台湾算较平安，无代志来讲。但是咱七十年呢，七十一年啊，即马打仗七十一年啊。咱七十一年来拢无，咱拢无公义，啊，搁现在搁啊无得翻身呢。无真相，无得翻身呢。啊，搁愈来愈歹。啊，咱台湾人哦，拢一直甲这代志哦，甲这代志哦，当作是中国的原因啦，对啊。其实不是，中国的原因较少，我感觉啊，那你讲的啦，家己若卖拍落，人打袂着，你会较吃拼啦。到台湾人敢若足无才调的啊，卖讲啥？是干哪呢啦？卖讲啥？你选一个讲台湾人总统全面执政，你干哪一个司法专员政治，就到即马你一年外，你有做出什么代志？做袂出来。那是你内政的问题啊，内政的问题啊，内部问题啦。你即马你看到这，用人都袂晓用。看到讲个。国际关系才促，吼、哦！上大问题是国际关系才，互咱台湾百姓所经营安尼啦。对啊。哦，你即马现在人咧讲到台湾的地位咧，还比咧差个蛮久咧，甲中国，中国安怎？中国安怎？我中国安怎是伊应该啊，伊甲你伊。我感觉唔是，这是第二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台湾本身是这个国际，你该有的地位是啥物？哦，啊是。什么款力量把你控制，让你就变安尼对啦。我一直感觉咧，我一直感觉讲，敢是美国利用中国，是美国利用中国。中国讲一个台湾，我台湾，我美国讲你未使独立哦，未使独立哦，安尼其实是美国。
对啊，你看阿比总统讲要用台湾的名义，要家己联合国美国头一个就讲去打着伊红线。啊，即摆咱只咧讲的是讲琉球，即讲咧讲咧讲琉球哈、琉球战后，当然是美军占领了哈、美军占领，日本投降了，琉球，日本嘛是放弃的对啦，讲放弃就叫美军占领的哈、美军占领，啊，美军占领即摆即摆。马加沙哈，日本岛哈，马加沙去进驻日本，是日本变日本皇帝啊，马加沙变日本皇帝，咧统治日本的时代。咱即话为啥讲起这个时代？这个琉球的地位就对了。而且影响了台湾的地位。这个琉球迄当时，迄当时的琉球无甲囥咧，美国政府哦，无甲囥是马加沙的管辖。一卡啦，就是讲应该是讲，啊，就日本吼，日本国对于马加沙去占领，啊啦，安尼就包括琉球嘛，咱拢嘛安尼想啊，包括琉球啊，好，当然是事实，唔是安尼，事实唔是安尼，事实是马加沙占领诶，干啦，占领日本本岛咧，本岛北海道本岛四国九州，吼，这四个岛，吼，占领是安尼啦。琉球是日本报日本的海军做一个军政府的统治，的统治，不是马加沙统治的，但这是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因为美国那当时点哦，赶紧把琉球哦，好，赶紧比台湾的美元搁较早，美元赶紧到，把琉球的厝起咯，建设咯，创啥？重建啊！哦，还重建起来。当时吼，即日本本土内底有几十万的这个琉球人，战争的时阵，去是日本国的对啦吼，叫叫等啊，唔是叫叫等啊，马加沙偷给马加沙强制，不管你是日本国内底吼，你本土内底有财产有遐，不管强制给遣返回来吼，强制给送回来琉球。就是要给他琉球人口就对啦，琉球人口。事实咱是美国这边嘛，所以咱即马咧看，这个资料无啥清楚啦。事实咱是会当家己想，美国有可能，有可能在当届时，美国有可能想要把琉球为日本给割起来，割起来来做一个伊就是夏威夷，美国的一州。美国是远东的一州，美国有迄个计算，有迄个计算。看迄个做法是有迄个安怎讲？有迄个影啦，吼。对对对对对，有迄款。但是哦，无讲即马无讲看袂，即马无讲足诶。我即款政权都真久就改变，真紧就改变。是啊，咱即马倒转来再来过来讲这吼。咱老师休困者，咱等下，咱明天再搁倒转来。